很讨厌。哦，拿我看到电池了，我看到电池了。所以真的要有电啊，哪里有电啊？它的电池，它那个电池的后面那个房子里面有一个，是啊，房子，也可以房子的后面长什么样子啊？我把可以放了电池的样子，电池的样子，这只是瓶子，你那瓶子吧，你那瓶子是瓶子，我姐这里也有，拿瓶子啦，对，那看起来比较像，那看起来比较像，嗯。这个太小了，来闹的，哇，那开门了，开门了，一样大小的，看到了，拿来了，拿来了，电池了，在哪？对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哦，这个才是电池，旁边这只是瓶子而已。我看到另外一个电池了，你只要目前是一个吧，因为好像电梯那边要两颗，应该红色对红色，红色对红，蓝对蓝吧。再帮我们抓一下另外一边，看反过来，哦，有了，上升声音了，有了，然后要转是不是？转，快点转，要转，要转，要转。发光电池，充电，我们要帮他充电。它上面它上面有一条，看是不是那个？有，血压升高了，充满了这里，就是雨月，你给我拿过去。对，捷运那边，捷运那边，捷运那边是我的。好，那你拿过去电梯那边，左右两，电梯丢下来啊，丢下来，丢下来。哦，插电梯啊，这是我的。啊！哇，哦，你从那边也可以啦。也是啊，你从那也可以。这里有门可以出去吗？啊，那里有门可以出去啊。你来这边跳，对不对？我跳半天出不来。哎，塞。所以有人在找电池吗？有，有人在塞了，Jerry 正在努力的塞进去。有了吗？有。如果把它正反机弄反会怎么样？我也在想，来不及了，不知道。你可以拿出来重装。完了。这个黄色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那是瓶子，瓶子，玻璃瓶而已。我乱塞的。小雨的蜂蜜罐。我的罐，谁投喂了？太秀。所以要准备搭电梯了，这样对，我过去了。搭电梯游戏，搭电梯的五电梯游戏。等一下，我还没到，不要按。至少不是没有，也还没放进去啊。对啊，开关在下面。没有改造，好了，我上面也有，这边还可以了。好，可以了。我接反了。啊！可以动吗？会不会再也不动啊？对啊，完了，都在哎，然后爆炸了。转一下，走吧，再，不要动，所以刚刚证实了接反了会没有反应，因为它有一个很像电流的东西。那我先转向，我先转向。我两个我怎么转的吗？这样就好了。好的，你们说两个人打到头了，好气啊！好气！刚刚小雨是捏着鸡的脸，给我拿了。不要！哦，亮了！赶快上来哦，电梯要走了。为什么是不是只能下楼啊？哎，都上来了吗？在窗户这里 ，Jerry 还没上来。哎，我这样子。OK， 开喽！再你们按一下。哎，我们可以一直按着 sub 不让哈基下来。可以啊。哎，下面有路，欢迎光临，有两条路。到几楼？我要到你家。我去下面，有点难。我也想去下面，因为我不想往上。哎，这边吊桥断掉了，所以不是这里。门要开了，所以吊桥断了。你那转角看到那个脸。人有那么夸张吗？团哦，你看你会吓到人呐！要上来哦哟！电梯，请别着急吧。等一下，电梯，我走迷路了啊！哎呀，哎不对啊，可是另一边没路啊。哎，已经记录点了啦，已经保存啦，在上面已经保存了哦，好，在我跟小雨，好，我要自杀比较快，
那这底下没路啊？没有，那个是那个断桥那边。欢迎，好了，我要走了。哎、欸，下去了。下下下下下去了，下去了，下去了，跳对吧？要去哪？夜已到房子吧，进房间。我要抓的小雨的衣角。我们有房子，我们房子里面有两条电线，抓电线要做什么？带回去。又要接了，又要接了。有一条，有一条红，有一条红上该有可以接的。我被椅子卡住了。哦，上面啊，二楼，我真的卡住了，我好怕啊！看过那个椅子刮牛。好，瞧出来，瞧出来啊！不要了，观众不是想看这个的。电线在二楼，二楼再拉一条，再拉了，再拉了，一楼再拉了，感觉门又被锁起来了，再拉了，应该就是要开那个吧？嗯，应该就要开门，对吧？那机器是不是要拉过来一点啊？机器可以拉吗？对，这个可以，可以，嗯，反边。一点都不简单，好吗？可以干嘛？这去哪里？没有，那边，真的是很难控制，有了有了，又很难控制。对，怎么抓到一只猫咪的头？啊！快，不要再跳！我卡住，不要接触啊！这，来了。嘿，哎，我接对了，接上去了。接到我的头，你不擦我眼睛干嘛？不是我了。哎呦，哎呦呀，哎。哎，有了，好了，另一边好了。等一下，这个蓝色粘在我身上。哎呀，有了，接到，接到，蓝色接到了。我拿着红色，红色，红色，红色。这样去，再乱啊！哎，然后呢？吸哪里？哎，是不是这个东西啊？这上面齿轮吗？还是什么？哎，这里啊，这里，这是什么？反星拉了，这是什么鬼？你们要拉过来，不要拉我手，它不够长，它不够长，拉不够长啊，拉不过去，对，不是哎。哎，亮了！上面那个铁，那个这个，上面那个，这个。哦，要过去那边。他那个叫什么？砝码。有一个拉着线的。砝码。好，下一拉着线。可是，呜！哎，外面怎么开了？他把它推开了，是不是？开了。哦，吸下来。哦，所以它的吸了，它会动。对，可是帮我瞧着了，固定好，固定好，瞧好。他绳子跑出去了。哦，这样子哦。绳子，我先拿绳子。把它往下拉下，把它吸下，把它吸下。有吸下来，吸下来。吸住了。吸住了。要走这边出去啊？这绳子干嘛？哦，北汽哟。这有个门呢。是这样吗？哦，这样子吗？没有。很小。不要下来。啊，那个下面不是就有地方吗？那是隔壁的屋顶啊！隔壁的屋顶，他往隔壁的荡过去吧，荡过去，大家帮我们开门，荡到右边去，看看哦，还是可以直接跳过去啊？可以吗？跳得过去吗？试试看啊！好，我来哦，我来了，嗯，前面的杰克不要在画面被我抓到哦！好嘿，不行，虽然用荡的，嗯。哇，这高难度哎！杰瑞先过去看看。杰瑞先，这好难哦，真的难。好难哦，难哦！等一下，我越甩越短。我想做。后面有四个、七个人在看。你想干嘛？就大眼仔，你自己下去。大眼仔被我看到了。哎，让我上去，我上去！哎呀，有啥？就算抓到也不好上去。然后你借过，我想要走。好累啊！上来了，哇！好难啊！手可以放开吗？我想把它丢下去。啊！狗狗快到了！狗狗要到了。你们会稍微一点点那个吗？会啊，还好，会吧，还好，一点点。我看画面有点小那个，会。哦，好的。哦，那你们开门，应该可以开门吧？小雨加油！哇，公公，哎，是，我来了。所以可以开门是不是？对，可以开门。好哎，我要走门了。哎，哇！我差点把狗狗拉下去，我先松手。等一下，
等一下，你先抓好，我等一下松手。好好好，雨月雨月啊，等一下，我上来。啊！好那个，你们在干嘛？我要走门，我要走门。哎，我上来了。好，你手先固定。好好好，耶，我上来了。好，我上来。哎呀，我的动作好怪哦。怎么了？在哪里？你自己看泰山，你看没有那么动作，然后你会怎么？为什么？你可以翘着脚吗？他的手从胯下伸出来。你为什么一直把它插口袋啊？今天就这样子好了呀，够棒。哦，不行，要到另外一边。嗯，那个也关起来了。要找两个东西，什么东西插在顶楼的地方？什么东西？有点像电池的东西。哎呦，啊，这个这碰到会不会死掉啊？你可以碰碰看，碰看啊，碰，太高了。这可以推吗？哎，可以哎。啊！哎，不行，你要不要？好电哦。这里是不是有路啊？它里面是不是有卡？里面有那个啊，底下有卡，有一根酸，底下有酸卡子。对。啊，这边，我看到门了。等一下，我帮你开门。刚刚那个门。哦，刚刚那个门，那应该这里。为什么我要画嘴巴吗？的那个。哦，哎，这边下来。有电梯。这边有那个东西可以插。喂，我画尾巴，可是正面跟背面长得一模一样，我觉得很脏。这个会被电到吗？尾巴会长一样。有看到出口了，肚子卡住了，来了。下面需要人，这边看这边有出口的标示，上下去。哦，你们有下面有出口？慢慢接。哎，可不可以帮我拉一下？肚子卡住了。可以拉哎，这吃太多了啦。雨夜去哪里？我肚子卡住了，缝缝之间呐。好，感谢。好，搞定出来是。跳，接我接我接，所以我们缺什么？缺没有红色，蓝色接好了。哦，对不起，小雨，等下是科学怪人哎，对啊，哦，他头动了一次，他竟在动他吗？他在戳他，我在踩他，他在踩，不要踩他了，我刚跳下来直接踩在肚子上，他就头弹起来，哎，电梯下去了，电梯好。哦，所以那电梯是要下去找东西这样？哎，好，很深哎，是吗？超深的。哎呦！我一摔下来，找那个马甲线，红色的线，还有那个两个电池。哎，那电池该不会就是让我们搬上来吧？电梯，可电梯的电池在旁边呢，那搬不到。那应该不是吧？那应该……哎，我卡住了怎么办啊？我跟白星一样卡在电梯口。看到你们了，好，这个会动。没有啊，我还可以动哎，我不能动啊，我卡住了。减肥哦。哎，有了，没有。哎，红色线可不可以从那个啊，我们刚刚磁铁那边之前的地方拉过来？那太短了，没有，这里有。电梯向上了，太好。下面有。电梯向上。我把你推上来了。还是你要下去？不要，我要上来，我刚卡住了，下去了。好，下来。啊，又卡住了。我要看，卡在上面了。啊，上来了。啊耶！好，下来。好，我要下。有了，可以下去了。再见，拜拜。那你要怎么上来？走，我在找路。屯屯卡在天上，赶快跳在天上，踩在天上，一直卡。你们好了，跟我讲哦，我这是把你好了，我今天要荡过去了。下面有电梯耶，杰克要不要下来？好，那我跳下去喽。好吧，手有枪哦，电梯上去了，所以屁股在顶。那个两颗电池也在下面，就要下来的时候跟我讲哦。这是哑铃吗？什么东西啊？杰克，你怎么跳下？电池吧，要按上来。很像电池的东西，好，可以直接下去。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到了吗？干嘛按上楼？这个是电池吗？来了，下楼。对，有两颗，因为我刚刚没有按啊。哦，红色线在这里。这个下面的要怎么拿上去啊？有路可以上来。啊？有路可以上来。我这边下面有那个洞，然后你要把它就是绕一圈。好远哦，脚好酸哦。哦，对啊，我刚刚绕了一圈。好重啊！你可以直接跳下去啊。太爽，那结束了。上面要下去，可以直接跳下去。哎，不，等一下，原始狗在下面。哎，蟹没上去，结果蟹没上去。下来，丢上来。来，放上。哎，等一下，那个狗，丢上来。
不是啦，狗会压在下面啦，还是两个？你拿到了吗？有有有有，可以回去了，可以回去了，可以回去了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在哪里啊？还有一个在哪里？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我们这。有一个在这，有个在这。那还有一个啊？哈基团团跟喵哈这边有一个电池。哈基团团跟喵哈。嗯，第一人称，到到到了，有了有了，你可以放手，你放手，不要，我会，你放手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去，我不要，有两个人拉一只猫，拉过来，拉过来，啊，好好好，还有，哦，看第二颗电池，看第二颗电池，最后几颗，电线接好，一样在底下，一样在底下，可以不要拉我的内裤吗？我想要电线，拉出来，拉出来，拉出来，哎，要去哪里？我一样在底下下层，下层的电梯先叫下来吧。你要绕上来。我的，要叫电梯的。哎呦，不要，我要叫回去。哎，等等，电池会被压到。压的这样子会死掉吗？